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我们在旷野中为各位查考圣经。我们今天呢是第二次查考希伯来书。那各位可以感觉得到，对不对？我们这里风很大啊。转过来，风真的很大。但是呢，我有这个毛毛的麦克风。好、啊，这是一个尝试。现在打开这个麦克风啊！现在打开这个麦克风。 诶、哎，这个麦克风呢，它这个毛毛的这个头呢，就可以滤掉风声。所以有的时候，我有时候在山上讲说，哦，现在风很大，现在风很大，可是大家听不到，他觉得说我是可能在骗人。但是其实不是啊，真的是风很大。那风很大，现在收音虽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冷风这样一直钻到我的脖子里头去，钻到我的这个衣服里头去，确实很不舒服。所以啊、呃，也是没有办法在风大的地方查考圣经了。所以我们待会。 就下山啊，就下到山谷中带各位查过圣经。我们现在就来给各位看看这周围的美丽的景色，好、啊，我们看完这景色以后就要下去。了。好，我们现在开始要下山了。那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我们上次讲到说，啊，一到三节，第一章的一到三节，特别的讲到说是神啊，神，神造了人，而且神呢，要差遣先知。 多方多次的小玉，哈、啊，以色列人呀，yeah, 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神的特色哈、啊。世界上宗教很多，然后一般的外邦人也都可以体会出一个道理，就是说宗教是要引人为善，对不对？其实这个就是怎样讲说，宗教引人为善。哎，其实你去看看世间的各宗教，真的都是引人为善。那有人就说啊，宗教就是引人为善吗？ 信这个跟信那个不是都一样吗？但是我告诉你，各位弟兄姐妹，不能这样讲哈、啊。你如果讲宗教就是引人为善，这是一个错误的哈、啊，宗教是真的引人为善吗？是人有恶的问题，好不好？因为人有恶的问题，所以宗教要指出啊，你要你是有问题的。不管是真的是假的，他都这样讲。为什么？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就是假的话，假神。 他指出，人有问题，人会怎么样？哎，人就开始说自卑，就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样就被人被那个假神所利用，被人也是被人所利用。那么真神呢？真神当然也知道人有问题，可是假神会采取行动吗？对人采取行动吗？假神就是用骗哦，那些鬼，鬼就用这个，你是恶的，你有做很多坏事啊，用你的良心不安，然后想办法控制人。 但是真的神呢？因为他是造人的神啊，我们也讲过，人的被造是万物的被造，那神能不能是被造的啊？神不能是被造的。如果神是被造，那就糟糕了，对不对？那表示说他被造，他还有一个比他更高的，那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没有没有人能够比神还要更高，没有人能够造神，啊，这是一定的，大家一定要想到这一点。 哦，我们看到远处的风景很美。我看看这个镜头 z o o m i n 能不能让大家看得到远处？其实我们看到非常远的地方啊，看到远到哪里去呢？就是说这个，呃，可能要到 t r a c y l i b m o 那个地方啊，因为在山上有什么？有风车啊，有风车啊，远远的地方有这个风车。今天的风可是让它转一把了啊，这个电都很丰富啊。那我们继续讲哈、啊，神呢？ 因为造了人，那人的被造对神来讲有没有意义啊？你不能说没有意义，没有意义，神为什么要造人？可是人被造以后，却犯罪，犯罪这不是一件好事啊！犯罪那怎么办？那因为造人的神就要来拯救人。各位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造人的神要拯救人。 就好像你所做的一个东西，你做了以后，有可能有两种反应，一个说：“哎呀，这个做的不好，毁灭掉吧，不留下我的痕迹。”这有可能，因为你不是完美的，你的设计也是有问题的。好，我们人造东西啊，说造的不好，造的不好就就坏掉，对不对？但是如，如因为你不先知道，如果你预先知道，你不会造出这种东西来，有问题的东西来。然而，神呢？神是全知全能的。 神会不会造一个东西有问题就哎呀我做错了我后悔了我把它毁掉呢？神是不会的。有没有可能说神会把一个物种毁掉呢？也是有可能的啊！但是那是因为他要从中间这作为一个跳板是一个过程。那么神有的时候会这样做啊，例如说我们知道以前有恐龙，那、啊、恐龙为什么灭绝了？ 那是神后悔了，把这个所造的一切啊，用一颗小行星把它撞地球，把它毁掉吗？啊，我相信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他要先造这个，从中间啊产生一些一些一些东西，一些中转，以后呢再继续的把这个啊下面要真正要培育的东西给培育出来，那就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最后呢？ 就最后就造出了人啊，所以人是神造这个万物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你看《创世纪就讲了，啊，神造万物，第六天造亚当，人是最后被造，这个最后被造就是神造物的目的。至少到的这个目前为止，神到第七天，我们现在在第七日里面，神就歇了一切的功啊，没有再造其他的东西了啊，就就停在这里，所以。 人是神造，人以及万物的最终目的。那造了这个最终目的以后，所以，啊，所以呢，那怎么，那，那你说，哎、欸，人神还是造错了，对不对？因为人犯罪嘛，人犯罪，那是不是神造错了？神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结果？有的时候我们造东西，并不是。 一触可及，就是说你一做，一做出来就是达到最终的目的。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往往最复杂的东西都不是这样造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台积电、晶圆代工，它怎么做晶圆代工啊？它首先要做晶圆板，晶圆板要要让那个晶啊去长晶，长出一个像柱子一样、像大树一样的东西。如果你去看那些他们长金啊、长出一个过程，它一个晶圆柱。 就是，比如说它有十二寸金元板，那个那个柱子就有十二寸，十二寸很大呀。十二寸，比如说像我这个帽子啊，这个大牌帽周围可能还不及十二寸。十二寸那金元板做出来以后，一个柱子做的漂漂亮亮、结结实实的，都都是金，都是细金在里面。然后他们说成了，成了，真的成了吗？这个东西就送从一个工厂送到另外工厂，到那个工厂里面以后呢？ 要把这个晶圆柱来切割，切割成那个薄片，薄片被切了以后又洗又打磨，然后做了很多工作，然后也又说成了成了哈、啊，是不是成了？这个不，这是第二阶段的半成品啊。晶圆片很漂亮，然后晶圆片做好以后，下一步呢啊，他们这个晶圆片就要去到光刻机那里去了。光刻机的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啊光照的设计，你要知道啊。 这些东西要把这些线路、啊、要科实用光刻机科实在这个晶圆上面、晶圆片上面，所以他们就就就用光照，然后光照以后，然后有一些在什么，在用感感光剂啊，感光剂跟光互相作用，所以它就慢慢的产生石颗。好、啊，你先一个光照在感光剂上面，感光剂就感了光，产生化学反应。 然后之后呢，他把剩余多余的感光剂洗掉，之后再用酸去洗它，酸就一洗就把这个东西给洗了。然后呢，也把这个裸露的晶圆的地方，有没么裸露的地方，哎，就把它给石刻掉。那就是这样子，他们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做啊、哦。你今天做完这层，然后再加，可能在。 再给它一个 deposit 啊，就把它再铺一层铜原子或者几层铜原子这样，然后再继续的做，继续的做，这个就是，呃，这个晶圆的制造过程，中间会停下来，会有半成品的阶段。我们现在先讲到这边，然后我们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风比较小。我看这里风已经比较小了，我找一个地方可以设立脚架，我们再来好好的拍。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把今天要读的经文先打在荧幕上，由我来为大家来念，请《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仙之多次多方的小玉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有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拖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五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国作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由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阿门，海路亚，感谢赞美主。 所以经文当中，我们读到神在古时候借的众仙之多方多次的小谕列祖很多次，为什么神要把这个失上的人找回来啊？这个是假神不会做的事，假神就是在乎短期的利益，他能骗你多少骗多少，他也不掌握未来，他也不造人，所以人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可利用的啊。假神其实就是鬼，然后就利用人啊，然后呢，但是真神呢，却要把人给找回来。 人是他所造的，是他所宝贝的啊。他造了第六日，造了以后就停了。第七日没有再做工，没有什么其他创造物。所以呢，经过很多次的这种方法，他要把这些人找回来。在其中有那些太败坏的，像索罗马、俄摩拉的啊，神就把他们毁灭了。但是神最终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人，而是要把人找回来。但是时间到了这个末世，末世神就借着他的儿子啊，又小于我们。 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就特别聚焦在“神儿子”这个上面。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读的比较多一点，我们就看到说有这个“神儿子”这件事情啊，而且就是说，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里面又牵扯到一个“神儿子”。神为什么会有儿子？神不是永生的神吗？ 永生的神也要去像我们人一样去繁衍，然后遍满全地吗？不需要嘛，对不对？神是永生的、永能的，他又不会死，他为什么需要后代？啊，所以这个是一直我们人一直不能啊，有的时候常常有不能理解的的问题，甚至到犹太那个时候，因为耶稣是神儿子，所以要这些人信。他说啊，弥赛亚就弥赛亚，为什么神的儿子？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犹太人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何等的奇怪！神的儿子与神同等，这个事情是他们就不能接受的事情，是不是？神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要儿子？啊！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经文当中讲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这个耶稣是被生的吗？哎，我们一般理解是是被玛利亚所生，但是是被神所生的吗？那意思是说。 是不是在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才被创造呢？我们又说不是，万物都是借着他被创造的，那这个就有矛盾了，对不对？玛利亚是被造之物还是神呢、啊？玛利亚也是被造之物，也是人，他既然是被造的，那人都是借着他所创造的，那怎么可能是又被被造之物所生出来呢？这个就奇怪。其实。 这里所讲的神说：“我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然后又指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字，这个这种“生”啊，儿子跟父的概念，其实跟我们人的这个父与子跟生啊不一样，不一样。我们常常讲三位一体，其实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经里没有一句话说是讲说三位一体。 哦，我不是在反对三位一体。三位一体是怎么来的呢？三位一体是圣经的这个学者教父啊、哦，他们在这个使徒们啊、哦，在研究了这些所有的问题以后，啊、哦，那么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耶稣基督到底是不是神？圣经当中没有直接的回答，只有间接的回答，只有间接的回答。 那有直接的讲法，就是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非常直接的。可是耶稣到底是不是神啊？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推出了三位一体。因为犹太教这个是独一真神，既然是独一的，你就不能有呃父神跟子神，对不对？那你有父神跟子神，再有圣灵，这怎么办？圣灵算不算神？ 结果我们看耶稣所做的事情，啊，圣经一说讲耶稣所做的事，就是神可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实实在在来讲说，他应该是神，但是又跟独一真神犹太教一直以来信奉这个道理，又又扯在一起了，又又又又又有 conflict 啊，那怎么办？所以学者们，啊，这个教父们就想出这个三位一体的说法。 三位一体的说法，它是一个说法，是后来加上去的，并不是神自己启示告诉我们的。哦，这个等于是人观察、神考察神所说的启示，他们得来的结论。那三位一体是今天教会里普遍所接受的，大家都接受三位一体，甚至很多地方大家都讲一体、一体、一体，而忽略了这个三位一体是有三位。 那很多地方甚至就是父神跟子神，耶稣跟父神就分不清楚，对不对？很多教会讲的时候，并没有办法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父神，到底什么是子神，又是唯一的真神，那就是都通，夯不啷当，都是一起。啊，所以耶稣是父神的灵啊，那圣灵呢是耶稣的灵，所以其实他们在灵里面是一体的。啊，这个解释还算是一个比较清楚的解释。是的。 他们之所以能够一体，是他们在灵里面是一体的，他们并没有分歧，并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人呐、啊，常常办事啊，我们人多做哦，人多团结力量大，可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人多嘴杂，人多意见多，就不能够合力啊、哦，就是就出了问题。可是耶稣基督是明明白白的，他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呢。 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的父生子，你今天你生了一个孩子，你希望说这个孩子一直在我身边长大，他听了我的教训，将来他也按照我的意思、我的方法去做。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常常想把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加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孩子他是另外一个本体，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本体，他不受这个父母的影响。于是他长大以后，比如说你是情商的，你是从事商业的。 哎，欸、你儿子偏偏想要做艺术文艺方面的工作，然后你不，你就说你又不愿意。我、哦、说我有一个这个很庞大的生意，我准备交给他，这是连续剧常见的套路了，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产生种种问题。这个孩子呢，他不愿意经商什么，然后就有一堆问题。所以我们常见的父跟子不能同心，这是在人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父跟子是不能同心的。哦，那那耶稣呢？耶稣这个。 是儿子，神的儿子跟神，是不是同心的？这个就回到我们对于生的看法。我们人生怎么样？人呢、啊，就是男女结合，然后产生一个胚胎。这个胚胎在富人的这个肚腹中之中长大，长大生出来后，脐带一断，他就是一个独立思想、独立这个慢慢长大，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灵魂的一个人。所以，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这个灵呢，身体 DNA 哈、啊、可能从父母来的，但是它的灵是从哪里来呢？我们还是相信它的灵是神所造的，是神所造的。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灵啊，这个就所以有不同的独立人格跟这些一切的啊不同，这是人的生的定义。那么这个生呢，有一个成人的这个生命啊，不管是一个或是两个。 然后之后，它可以生出一个小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心人认为的生，对不对？我们看到人啊、动物这些生都是这样。可是呢，又有一些不同的生啊，比如说，呃，我们讲一种叫做变形虫，一个单细胞生物。单细胞生物的时候，它就是怎么样？它就开始分裂，它就开始奇怪，哎，慢慢慢慢的就开始这个这个长出细胞核，开始 DNA 开始复制复制，然后之后身体就变成两个，从一个变成两个。 我们甚至很难说到底是谁生谁，对不对？到底你告诉我哪个哪个变形虫新生出来，从一个分裂成两个，哪一个变形虫是父，哪一个变形虫是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好，我们又看说，比如说，好、哦，现在夏天快来了，夏天来以后就台湾会有台风，美国会有飓风。有的时候这个一个飓风呢，这个或一个台风飞出来的时候，它就转那、啊、转那、啊、转那、啊、转、啊，然后这个气象报告说，哎呀。 它又生出另外一个小台风出来了，从这个台风啊又开始生出来。就旁边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大台风旁边生出一个小台风，往不同的方向飞。我们也说这是生，啊，可是这个生的话、呃，如果说这两个台风原来这个气旋是大，跑出来这个小，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大升小。可是有的时候呢，你看它刚开始小啊，因为这个台风就是或者飓风都是低气压的气旋。 它有两个特色，它第一个它热有能量，它的这个密度比较低，所以它低气压、啊，低气压、啊，然后它又旋转又有动能，这个就是台风。只要这两个空气团分开以后，两边都具有这些能量，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分不清楚哪个是负哪个是子。原来的这个台风，后来那个台风，有的时候台风呢就是原来生出来就慢慢就消灭掉了，但是这个小台小的刚生出来越来越强，啊、哦，这个都。 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谁，对不对？这个分呢，这个生呢，有的时候就是说它空气的能量分开了，这个就是生出来，大的生小的，或是一个变形虫，把这 DNA 分一分，两个就分出来了。那神所指的“我今日生你”或者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是不是说就是像这种能量零分一些出来，所以？ 耶稣基督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比较理解为什么他们能一体了？因为他们是一个灵，原先起初就是一个灵，一个灵灵的那个在灵再生出来一个。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有身体呢？哎、欸，这个就我们就又不得知。这里头神很多的奥秘，因为今天在这里又讲到了有使者，所以在古古代的犹太人书里面说。 这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什么呢？是，也是一个天使长，跟路西佛两个天使长是不相同的。神主义一个天使长要路西佛去拜这个原来耶稣这个天使长，那这个就产生问题，就有产生很多很多。后来为什么撒旦就不能服耶稣啊？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找另外地方再来为各位查考。 好，我们又换了一个地方为各位继续查考。那么，神要一切的天使都来敬拜基督啊，包括撒旦，所以撒旦就反叛。所以呢，一个被敬拜是什么样呢？被敬拜的意思是什么呢？被敬拜代表一种地位。一切受造之物能不能被敬拜？不能被敬拜。但是有一天，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于是呢。 要众天使都来敬拜他，这个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来讲是一个位份，三位一体。那其实我不太讲三位一体这个东西，我不特别强调这个。是我们明白圣经上所讲的三位一体是一个，刚我们讲过是人观察一个结论，但是我却不敢讲三位一体就是真理，因为神我们能了解多少？ 如果有人讲告诉你说，哇、哦，三位一体、哦，我非常非常明白，那其实这样的弟兄啊，我非常非常的担心他，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神所启示告诉我们的，我们来完全的认识神。神有很多没有向我们启示的，那些没有向我们启示，我们能够明白吗？我们不能够明白。所以有人说我非常非常明白三位一体，你听他去讲啊，往往是一些最粗浅的认识。 而是有的时候，你今天在这里又当父神，你到别的地方又变成子神，然后子神回到天上，他又又下来换一个便装，做不同的工作，又是圣灵。就说有人讲说，哦，我很明白，他就讲这个例子，那我非常非常替他担心，到底是不是真正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所启示的，然后我们来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那那甚至有的时候，我就跟人家讲说。 今天讲三位一体，我还是心里不太安心。也许有一天，神弃是我们，这是四位一体，这是五位一体。那那个时候，我们的三位一体我们就站不住脚了，对不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呢，就是说，这个是生哦，是神所生出来的。我们肉体生肉体啊，那个能量台风啊，能量生能量。可是呢，灵生灵。 当零分开以后，那就是两个零还是同一个零。那零如果是互相相通的话呢，还是一个零。比如说，你说互联网，互联网，那在这个加州的互联网跟台湾的互联网是不是一个互联网，还是两个互联网？是两个互联网，但如果中间没有任何的防火墙隔断的话，它们又是一个互联网。这个就是我所了解的三位一体。 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人家讲说你到底了不了解三位一体，他说我好像不是完全了解。这个答案也许是好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明白、完全了解三位一体啊。我以前讲那个什么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这三个海洋在我们是在地球上是一体的，这个也许可以说零是互相相通的，好像水一样，用水来讲述零，这个可能可以让你了解，可是也不能完全就这样解释。 对不对？他到底是不是像这个海洋一样，还是说怎么样？我们不晓得。而且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被肉体这个体位所限制住了。因为天使长啊，比如说基督是天使长，撒旦也是天使长。这样讲起来，那天使长就不可能全是神呢、啊。你要不然你就说，撒旦如果是天使长的话，他跟基督一样都是天使长，那是不是都是神？那不一样。因为有一天神说：“你是我儿子，我今日生你。” 那灵对于这个天使的浇灌，即天使长的浇灌不一样，他就取得了神的位格。神就是说，众天使都要来敬拜他，这个就赋予他神的位位格位份啊。但是，基督每次下来，他都说：“我天上有一位父神，父神，父神。”所以，基督很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说：“天上有一位他的父神。” 所以他是不是神？他是神，但是他跟天上的父神有什么关系呢？父神是生他的神，什么样的方法生呢？灵生灵的方法生。好，至于他原来是什么，他是不是天师长？这个不妨碍父神来生他。哎、欸，你说这个很奇怪啊！我们今天生下来，然后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告诉你说：“我今日生你。”对不起，我们人不能这样生，人是不能这样生的。 人是肉体生肉体，你生那一部分以后就确定了，就不能再降生了。但是今天我们说圣灵到我们里面来，啊，圣灵并不是改造我们，圣灵是把我们的旧有的这个旧习惯给除去，啊，然后把那个耶稣基督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加进去吗？还是生出来？他是他是说生出来，所以我们里面又有基督的新生命。 那我们是不是也加入一体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有一天会加入这个一体，加入这个一体啊、呃，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有一天，如果真的我们在有一天是基督的一体的话，那你说啊、呃，比如说有人说，比如你说他打我啊、呃，他打我，对不对？他打我，那他打你哪里？打我手。 然后旁边人说不算，打你的手不算是打你，你能不能这样讲？不能，对不对？你打我的手就是打我，你打我的脸也是打我，打我的胸也是打我，打我的手也是打我。那么这就是说明说，有一天我们要是成为基督的一体，那人家打我们，我们那个是基督一体，人家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打基督，那我们就跟基督就是一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天。 也会加入这个一体里面，啊，所以真的，我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不太愿意特别的强调讲三位一体，一个是我自己才疏学浅，我也不是完全懂，我只是根据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来理解三位一体。另外就是说，也许将来有一天，神又启示我们说，还有别的位格，还有别的位格是是帮助耶稣的啊，就就是说，比如说像圣灵。 我们说圣灵也是三位一体，那圣灵也是神喽？圣灵是不是神？圣灵神当然可以。可是圣经上有没有一处说你们要敬拜圣灵？哦，敬拜天使是不可以，这已经确定。圣经上说我们不可以敬拜天使，但是圣经有没有说要我们敬拜圣灵？其实没有，圣经上查处各处，因为我们今天是因为三位一体这个这个观察这个结论，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敬拜圣灵。 但是其实圣经上并没有讲，圣经上只是说众天使还有万有都来敬拜基督，这个是有的。那如果说圣灵又是基督的灵，那我们世上我们也可以敬拜基督的灵，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圣经没有直接让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对于三位一体啊，我就不敢说我完全了解，我就是啊、呃、大概知道，而且我也可以跟人家解释我为什么大概知道，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们。 那你们来做更好的判断，但是总之，如果就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个事情，啊，第三节就是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讲的就是基督，而不是说圣灵，没有讲圣灵可以做这些事情。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又表明了神本体的真相，因为基督也常用他全人的命令可以托住万有。我就像我们上次讲了。 对不对？人造卫星绕地球，人造卫星绕地球。如果这个人造卫星出了差错的时候，我们如果是美国人造卫星，这个是人造卫星是美国发射、美国造的，他就送一个命令上去，叫他修正一下轨道，他就修正啊，就是用他的命令就可以修正这个。但如果是俄国造的卫星，那美国就不能控制啊，除非把它害进去、骇客害进去，要不然的话，俄国造的卫星是俄国的这个航太总署他要去控制的，那。 我们能被神控制呢我们万有要被谁的命令能维持住呢？那当然是造我们的人可以命令我们，他用他的命令就可以拖住万有。当我们走错了，当我们这个万有有问题的时候，基督因为是造万物的这个主，他就可以用命令来拖住万有。啊，你改正一下，改好一点，这样就对啊，这样就可以运行下去了。这样就照着神的运计划。 你继续的应循下去，将来是可以得救的，啊，将来是我们是可以得救，我们不是注定要毁坏的，不像恐龙到最后就灭绝了，恐龙灭绝之后呢，也产生了一些，呃，这个后代，然后之后怎么样，进化是神造物的一个手段，他用这个手段把我们最后终结目标造出来，我们就是处在这个末世的这个人。 所以这是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然后呢，我们上次讲一句话，第三节最后一个我们还没有讲很清楚的，就是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我们说神儿子，神儿子，对不对？基督既然是神儿子，他他当然有这个资格坐在神啊宝座的右边喽。不对，啊，基督啊。 神的家里头不是按照哦，你是我儿子，你就一定可以做宝座，啊！如果人间啊有一些什么，人间有一些所谓富二代，我们知道现在的富二代呢，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褒义词，而是一个贬义词。他说你就是有钱嘛，你是二代，所以你可以做这个享受现有的生活。但是你是不是德配其位呢？还是德不配位呢？这個、我不知道，这个不能不。 不不一而论，有的富二代也不错啊，你这样讲，但有的富二代就不行。这个所以这是一般市面上会有“富二代”这个词出现的原因，就是说不一定是好的你富有，但是你不见得是好的，所以人家称你富二代。那么基，基基督呢？基督是富二代，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坐在神的这个宝座的右边吗？不是的，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什么？ 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如果说人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心意中最后最重要的这个，那人败坏了，神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人给救回来。什么办法呢？啊，就是派下基督作为人的救赎。这个是一个很艰巨、很重要的工作。 如果这个工作失败，那么神创世造人，第六天已经停止了。第七天，你看我们现在在第七日里面，那人又失败了，怎么办呢？啊，难道再造一个吗？不是不可以哦，各位弟兄姐妹，不是不可以哦。哦、啊，大卫曾有诗篇说：如果我们不敬拜神，那么石头里缝里蹦出来的都要来敬拜他。 神可以从石头缝里再给亚伯拉罕兴起后代来，啊，这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不是不可以哦。但是神有比这个从头砍掉重练这个方法有更好的方法，就是把人给救回来。人为什么要救回来？因为人犯罪，人有罪，所以谁能够洗尽人的罪，谁能够把人的罪的问题解决，那这功劳是最大最大的。 当然，这个功劳，这些一切呢，也是神的计划。神已经计划要基督做这些事情，基督就错了。那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基督能够坐在神至大至高者的右边呢？不是因为他是富二代，他生下来就要继承。哦，神说，我。 你说我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嘣啊，你就是大家都来敬拜你，你也配得坐在宝座右边，什么一切都是归你，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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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么简单的，而是说，基督是真的为我们的解决的罪的问题，他怎么解决呢？我们也还在前面很多的书里面啊、哦、都讲过了。但是假如说你今天第一次看我们的茶经，那我们必须稍微解释一下，基督用赎罪的方法。 啊、哦，这个我们在希伯来书后面也会讲到，所以我们今天不讲特别清楚。基督用赎罪的方法，我们犯了罪，对不对？我们犯了罪，那么基督要怎么样呢？要为我们用流出宝血。因为古代的希伯来人有一个祭，在在这摩西颁布的律法里面，人犯了罪可以献上赎罪祭，把他祭生杀了，流血，他的生命作为代价，以这个生命死去。 因为神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一定要付出罪的工价。那付出谁的工价呢？付出这个牛、这个羊、这个祭生作为赎罪祭，那人就可以不必死。可是这个献祭的功能是永久的吗？你你杀了这个寄生，把你的罪赎了，那你以后又犯罪怎么办？不能赎。啊，唯有谁呢？唯有献上一个永远的生命。你今天杀了这个。 杀完他还是继续活着，他死了，他生命死了，但是他又活着，所以你下我们人下次在犯罪的时候呢，神还有生命在赎我们，这个是一个永远的赎罪记，那他就可以赎我们的罪，对不对？他也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罪，另外他呢也启示我们，也小于我们在末世时代小于我们，就是他有他的道，他用他的道来让我们洁净。 道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我们立的听了这个道以后，我们立志追求、立志追随，好了，那也慢慢的接近我们。第三个是说，他用他的灵差派圣灵下来，圣灵下来也是为了要接近我们。所以，基督呢是在这个救恩当中是最主要、最主动、最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洗净了人的罪，才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 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富二代，他反正是继承啊，不是，他是立了这么大、这么大的功劳，这么大、这么大的功劳，于是他配得敬拜，不但配得敬拜，而且可以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然后就有撒旦呢、啊，撒旦不服，对不对？撒旦不服，神怎么说？他说：“神说你等着，我要使你仇敌的头。” 变做你的脚凳，你看他不但在那里坐着，而且他配得一切的敬拜。那些不能敬拜他不服的神说：“哎、啊，他们的头要做你的脚凳。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基督是这样子的，基督是这样子伟大的。基督不是说因为他是神所生的，像我们一样肉体生肉体，所以他就配得一切的敬拜跟赞美，不是的。他是他的伟大，因为他。 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他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啊，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他用他的命令就可以拖住这万有，啊，因为万有是他造的嘛。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一个命令就可以拖住我们。而且最后呢，因为他做所做的这些事情，神要把这些有罪的人啊、有罪的万有、有问题的万有，都能够合二为一，在他的里面。 所以万有是什么？是归于它。好，所以我们讲了两次啊。第一章对,对，个第一章前面三节，我们讲了两次，对不对？上一次我们第一次讲，第二次讲。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还不到一个小时，但是也也蛮多了，花了将近两个小时，就把前面这三节，你就开始觉得有点凑起来了，对不对？哎，希伯来书就是这样，前三节就把。 神基督关系为什么基督是配得所有的敬拜？为什么他可以坐在神高天啊这个宝座的右边？为什么？为什么？啊，不是因为只单纯是他是神生的，他是神生的没有错。但是呢，神也借着他创造万有，而且万有都是要归向他。为什么万有要归向他？因为神知道他这个计划这样执行下去，他可以创造万有。 他可以改正万有的问题啊，有问题了，出问题了，用他的全能的命令可以拖住万有。第三件事，当他最后造了人，人不能按照神的意思来行的时候，基督可以洗净人的罪。所以解决了这些所有的问题以后，哎，他就是佩德说的敬拜，他可以坐在神高天之大者的右边，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所以花了差不多两次，我们把这个。 前三节圣经给讲解了，那我们现在继续来讲解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我们刚刚曾经讲了，基督也是一个天使长，路西佛，就是撒旦，他也是一个天使长。本来这个路西佛也是一个前途极为光明、极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神造物，哈、啊，造物也让基督造。 然后神呢，这个要万有都来拜他，包括天使都来敬拜他。于是撒旦不干了。那么从这些话题中听出来，我们会不会觉得基督他也是一个天使长啊？哦，是的，在一个程度上面讲，基督又是天使长。可是他除了是天使长以外，又是神所生的，这个就不一样了。 有的灵是被造的，我们的灵也是被造的，可是我们的灵又说又有神的吹气在我们里面，那神用什么方法造我们啊？神用什么方法来造基督呢？是不是基督的身体，他的比如说他的啊天使长的这个身体是神所造的，但是他的灵是神生他的，生他的，所以基督是又是神生的，基督是神所生。 那么就跟我们又不一样，我们在如今我们不能讲说我们就是神所生的，当然我们也说我们以后也是神的儿子了，那神也是是不是生我们呢？但是神生我们又跟基督的生生基督又不一样，啊，基督呢是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被生了，所以我们呢就是感觉就是差非常非常的远，好，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这个基督的位分这么这么高？那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他的名啊，这个就是圣经里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就是中国人比较不容易解释的事情，他的名，他的名。我说，哎，这个基督是因为他的名，哦，所以就就配得说清白。然后这个这个什么意思、哦？我跟各位讲个意思啊，比如说这个我知道选举又快到了，但这跟选举无关。 我举两个例子，一个人叫郭台铭，一个人叫伊朗马斯克，对不对？伊朗马斯克有伊朗马斯克的名，郭台铭有郭台铭的名啊，不是那个人名名字中的名，是他的名气。我们说伊朗马斯克，伊朗马斯克他曾经啊有有过不少讲出不少的话来，大家觉得他是天方夜谭，但是他最后都给我们实现了，他给我们实现了很多事情。但是伊朗马斯克有一个问题。 他曾经说，在二零二零年就会造出可以自动完全自动驾驶的车，但我们今年二零二三年了、啊，这个自动驾驶呢，它这个贝塔版，哎，看起来已经好像差不多了，可是还差一点点，所以他 delay 了三年。可是我们知道，大概这样下去的话，如果他有时间这样继续做下去的话，他这个会成功的。伊朗马斯克说的这些远景是可实现，而且可以实，他知道可以实现的，但是他所答应的时间可能有问题。 这是他的名，对不对？他的名就包括他过去所做的事，他的能力，他这一切，我们就说用这个名来代替这个人，啊。那郭台铭的名呢？啊，我们知道郭台铭曾经答应说要在什么泰国、印度设什么样的厂啊，规多规模多少，在威斯康星州要设什么样的厂，他又说在这个。 啊、呃，就是呃，这个叫呃，Lost o w n Motor，就是有做电动车的，他也说要去帮他接什么，就红海啊，接接这些事情来做。他讲了也很多，做到的呢，每件做到的事都打折扣，都打非常大，有的根本就不行。啊，那但是他有没有做一些一些好一些实际上的东西出来？有，他也有做一些实际上的东西出来。但是呢，他所讲的，他所答应的东西呢？ 会比他所讲的要更大。他告诉你前面画个饼很大，然后最后做出来一个小饼，这个就是郭台铭的名。我不是说在这个是选举之前我在讲，只是我常常使用的两个例子。那基督的名呢？基督的名为什么比天使中天使都更尊贵、更更尊贵呢？是因为基督啊，我们知道他所成就的事情，就是前面从创造天地，对不对？ 然后这个用命令拖住万有，到万有都能归向他，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基督能够做。那天使能不能？众天使能不能做、啊、呢？包括天使长能不能做呢？天使长都不能做。所以基督的名是高过万有的，不是因为他姓基督，或者有人信说啊，耶稣、耶和华他们姓耶啊，不是，<laughs> 不是说他姓耶明稣，所以他就他就名就尊贵，不是，不是。 那我也取个名，我也叫耶稣陈好了，对我姓陈嘛，叫耶稣陈，可以吗？我取这个名，但这个名不是说跟圣经里讲这个名字不一样的意思，不能说我取这个名字啊。很多其实、啊，有些墨西哥人都真的叫 Jesus，Jesus Jesus, 啊，就是耶稣啊。我们这个英文叫 Jesus 啊，但是其实西班牙语发音啊，发这个字呢叫 Jesus，那、啊、跟我们中国人讲耶稣，耶稣 Jesus 很像。 这个是他的名字，但是圣经里讲说，他的名并不是说他的名字。你取了跟他一样的名字，并不表示你就他的名。啊，这是两个概念不同的。所以，因为基督的名要比天使的名就更尊贵，所以他就能够远超过所有的天使。这是包括他所成就、他所能够达到的他的能力。 所有的天使，神从来指着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基督跟天使的比较。那基督跟天使怎么比较呢？你不会说神跟天使来比较好了？对,对，父神会跟天使比吗？有人会说啊，这个父神是超过所有的天使。我不知道这个是不可能比的，因为天使是。 父神所造的，对不对？天使是父神所造的，所以不能相比。我们不会相比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拿基督跟天使相比呢？因为基督也是一个天使长，但是又被神所生。所以在这里就慢慢的讲到这些三位一体的问题，就渐渐的，好像开始解开一些我们所不能明了的事情。 神造了这万物，神借着基督造了万有，啊、他又使他的名、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做，他自然有这个这么高的名了，对不对？然后，所以呢，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啊，神的使者都要拜，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是配得我们所有的敬拜，所以说他今天也。 而取得这个人的敬拜呢？取得万有的敬拜，取得天使的敬拜，就等同于他是有神的位格，他有神的位分，啊，他个位格也是一个神，但是他跟神又是一体的、啊，好了，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是不是讲了今天讲了三位一体？其实上，你真的你要到这个讲了五节，你要把它讲完，你必须要讲三位一体。 我们必须把三位一体的概念在这个稍微澄清一下，因为不是一体，不是神的，这同样位格，你就没有这些又受敬拜，又坐在神宝座右边，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呢？啊，就是因为他的名，因为他是承受这些事情的，啊，为什么是他？你问我这个，这个就真的神的奥秘了。神必定要拣选一位来做他的事情。 那神所拣选这位长子，这位长子，我们知道就是基督。那这个就是圣经把神的这奥秘、神的情况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就接受。啊，至于说我们要怎么样给他这个加个结论、加个什么，这个就是人的观察、人的发明那三位一体这个词呢，就是一个人观察以后我们所得出来一个结论，一个形容词。 那好了，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边。那么，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灯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赞美主，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了。那我们下次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哎，我们要为给大家看一看。 周围美丽的风景，甚至那边有一只牛。我在这里一开始讲的时候，没多久它就出现了，就站在那边，哦、呃，看着我，然后也不这个也不出声也不动。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只有趣的牛。